天来二堰坪步道做stop，然后呢，我们把车停在白线里面。刚刚有问过警察局里的警察人，他们说这样是 OK 的。那这里也是有停车场的，如果路边都停满的话，可以进去里面停。停车场就在那里哦。然后二堰坪步道的入口就在前面。公车可以直接搭到路口耶，这里有一个小平台。今天的天气虽然非常的好，步道大约1.5公里，离第一休憩亭500公尺。那先去洗手间吧，20公尺，从零可以开始算哦。洗手间我刚刚上过，超级干净的，然后里面都是坐式的，还有提供卫生纸。一路都是向上的木栈道，刚刚以为这个是木栈道，其实这个是用水泥做的耶。耶，接到下坡了，马上就接到上坡了。这里就真的是木栈道了，但还是上坡，加油！接到茶园了，第一凉亭就在前面了。良心商店自己找零。自己放钱哦。饮料跟水也是自己来耶，椰子1粒80元，这是要自己批的意思吗？这里也有洗手间，但是门都被锁住了。那我们就往第二休憩亭前进530公尺。这里开了一朵小花，这应该是礼花吧，我猜的。感觉这一大片的花开的时候会很漂亮哎。又接到茶园了，这个形状好特殊哦，尖尖的。哇，这里还有变色的落羽松。离第二休憩亭还有410公尺。这个竹叶动得好可爱哦，只有他们三只在那边动来动去的。
一二两停到了。这里的风景好棒哦！哇，真的是人品大爆发，居然就那么凑巧看到云海。我们来这里这么多次，第一次看到那么漂亮的云海，之前都是白墙一片。其实这里是可以直接开车上来的，我们以前都是开车上来的，所以这次是第一次走步道。会不会是因为我们走步道，所以才看得到云海，叫我们不要偷懒啊？ I don't know。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往茶屋之道前进啦。云海漂亮吗？超漂亮的，好像牛奶哦。哇，我要泡进去。你们看一下，一二三，跳哇！那我就滑雪了，先进先进，有点舍不得离开这里。耶、yeah, ！接下来都是下坡了，开心。的路口到了230公尺，这里也是水泥阶梯耶。哇，这一段好像有一点陡，要小心一点。就是你看，超陡的。接到柏油路了，茶屋之道往右走。
我们走错路了。没关系，我们锻炼一下。我们走错了。OK， 所以就是看到这一面镜子跟这个圆形的广场，就要往右走。左边那是开车上来的。对，我们刚刚就是走错，往那边，要往这里。我看到茶屋之道的告示牌了，就在那里，隐藏在阿里山里的茶屋之道，在我面前显现你的力量吧！茶屋之道现身，竟然躲在里面。这里也有一个指标，往左传说路，往右二延坪，然后往这里茶屋之道。我们刚刚就是走到这个岔路的时候走错了，赶快绕回来往右到现在的位置。步道很贴心哎，旁边都有椅子。右边15公尺有一个凉亭，这里又有云海了耶，有点像云瀑。步道出口还有300公尺。走茶屋之道的人比较少一点，那我觉得这里的风景也是蛮漂亮的，不输给二延坪步道。这个步道设计的真的很棒，走一下就有这种石椅可以坐，好好的。距离步道出口还有150公尺。出来了。现在的位置在这里，那等一下就沿着台十八走走走走走走回刚刚的停车处，大概在宫田派出所这里，就是往那个方向哦。我们两个现在就坐在茶屋之道旁边的凉亭休息。叔叔一个人去我们刚开始停车的地方二延坪步道去开车来这边接我们。对啊，他人好好哦，叔叔是暖男，体谅我们，谢谢喽。我们走了7552步。感觉好像也不是走很多哎、欸，不会哈、啊，其实我们蛮厉害的，我们一直往上走，走了1公里，再往下走回来也绕了一圈了。其实这应该是很棒的行程。对呀、啊，步道整体还蛮好走的，虽然都是一直往上，但是它沿途都有一些椅子可以坐，然后还有观景台，我觉得超级棒的5星级步道，因为运气超级好的，看到云海，人品大爆发。Yeah. 可遇不可求啊！为我做主。耶、yeah, ，上车。我们到有富餐饮要来吃午餐，苦茶油面线到了。
超级香的瓦萨尼豆腐到了，是用山泉水做的豆腐哦，上面这些绿绿的就是瓦萨比。葱爆山猪肉到了，这个是大豌豆，听说只有冬季才有。招牌苦茶油鸡，笋汤两人份的，苦茶油鸡的苦茶油味很香，它的肉质是比较有弹性的，外面非常的酥。我觉得他们的苦茶油鸡在我心里排名前三名。苦茶油鸡怎么样？好吃哦。油滋滋的，外酥内软。葱爆山猪肉蛮有嚼劲的，但是它吃起来不会死硬，而且它的姜味很香，它整个姜都有被炒出来，那个香味超级棒的。我觉得它这豌豆超级好吃，而且它超级大的，很大一个哦。它炒得很脆，它的瓦萨比豆腐很鲜嫩，然后呢，它的瓦萨比确实蛮呛的，刚刚有一点呛到。你不是不呛吗？苦茶油面线的面线软硬度刚刚好，可以拿一点苦茶油鸡的苦茶油过来拌，我觉得有点绕口令，反正很好吃啦。竹笋汤很鲜甜好喝，而且它有放一点酸菜，所以喝起来蛮有层次的。竹笋吃起来有点嫩，但又有点脆，就是刚好取在平均值。刚刚这样吃总共830加饮料890，很便宜而且很好吃，吃的又超饱的。然后他们的瓦萨比豆腐虽然很呛，但是每次来我们还是都会点。起大雾了，宫田派出所，派出所的旁边有化妆室哦，派出所的后面有个观景台，这里有个小云瀑，今天真的很多云海耶。我们现在在望来山爱情大草原，停车场超级大的，这里有凤梨酥的试吃，这里有很多装置艺术，我们先进去室内逛逛吧。这是乌龙茶凤梨醋凤梨酥，这一杯颜色比较深的是凤梨酵素，凤梨酥内馅是金钻凤梨跟土凤梨，里面完全没有冬瓜馅，所以吃起来酸甜酸甜的。我觉得它吃起来确实是酸甜酸甜的，但是我觉得它外面不够酥。我刚刚看它的制造日期大概是2天前，可能要现吃的会比较棒。凤梨醋是有稀释过的，凤梨醋真的很酸，真的要稀释。